是直板反胶。 丰富，而且也变了发球的种类。 接发球抢攻，那还是比较好处理的，比较适当。对，没有给孔令辉机会。因为马林啊和孔令辉非常熟，练习也比较多，所以他对孔令辉吃的比较透。第一局有可能赢，但是可能我想孔令辉呢还是可能会把比分扳回来。是1-2。 五战过关呢。现在是第三场比赛，前面两局两场是1-1，就是北京队13-12，现在崔成梅领先一分。三场呢是黑龙江队2-1领先，是广东队2-1领先，这是第四场。 现在孔令辉还落后6分，13-19，这也是一项新技术。侧身抢了，4-20。 看来孔令辉这一局呢，看他落后比较多啊。总体上来讲，始终这个孔令辉处于一种有点被动的感觉那种局面。好，现在双方。孔令辉还领先2分。 对，看看孔令辉怎么样把这个优势保持下去。好，现在在女子的场地上呢，乌娜最终以21-16，以总比分2-1暂时领先。第一场比赛就是江苏队杨毅对北京队范源，胜利国家。 4回合的较量，那么在第一场里边呢是马林，是孔令辉2-1胜了广东选手林志刚，在第三场呢是王永刚，冯永介绍的啊，那么对黑龙江选手来讲是非常的不利，就是黑龙江的王妃，与这个广东队的林志刚的比赛，林志刚的比赛，黑龙江队夺得96年的全国锦标赛的。
这一局呢失误也比较多。 现在双方打成了15-15平。好球！这是不应该的，这是。 做出这种表情，好球！自己娴熟的技术做基础。结果孔令辉拉球失误，这样的话，广东队就取得了。 第8届全运会男子团体的冠军，黑龙江队获得亚军。现在广东队的队员呢非常高兴，像老将李静，像林志刚、马林、刘国正。